明彩一个好大呀！哎呀，明彩梦呢？明彩梦，做明彩梦的呀，个都可以烧了，也没得烧。哎，做明彩梦的呀，个烧是。要海陆梦是呀。哎，要海陆梦，还比较陆梦甜了呢。对哇，陆家陆好呢哟，在左边梦州，一扎去州的得是，你还做明彩是了，家里家的。哎，那哟还做一做还的，是哩被水塌的了嘛？啊，所以还的要水塌的，一张够有那家陆呀还在这里呢。明彩真的都水塌，那这边就好在呀。莫名其妙。你搞听，对上个那个都上台拿来了呀。嗯，上台拿来。不过那就种豆腐上个那天就是豆啊，豆是素烧鸡呀，搞那天豆是素腐呀。啊，豆是素烧肉骨，我那北京骨烧嘞，啊，豆是素腐来骨肉骨听。工厂干部就结婚搞嘞，让这娃个豆腐头娃个，搞么就想拿来点小红糕呢？哦，古小红糕吃茉莉，恁个兄弟呢？恁个兄弟个点小红糕来呀？哎呀，这恁说的是那娃头皮嘛？个古小红糕说明就恁说的是那个古，你说古用狠了，这头皮了，说的是那半月天个红糕啊？哦，你要吃不来哈？要还第二轮第二木早给那那个早些个，你要吃不来啊？土鳖嘛，个胡到用起这一点菜就是滚包一点，个么个人家北京了嘛，个天胡到就上行了呀。哎呀嘛，头好像胡是的，老胡是的，是到个那节了，莫名就年弄被滚够那呢，估计莫北京呢，莫北京莫小，因为马里就干老胡呢。哎，用想到我头个那个不没老路，还得记得别叫梦鸟蛋挞龙姐带那年年个讲够钱，鸟龙带就提了两只。那肉些还要。古地蒙，侬那节古的多次，路啊，贵州路的钱呢，古几条地路呢，贵古中些很。第二还第二，你要在的钱，你报那的宝贝啊，说的好多那那个老人呐，你都空，你都点那钞票洗天呐，中些在等你。OK， 我撞到啊。我走。接下来呢，我带来这首歌曲是由我自己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曲，是一首苗语歌曲，叫做《明彩梦》。好的，让咱们先鼓掌，后欣赏，有请。好的，迷彩梦献给大家。Thank you.
贵州也很高兴来到新仁，我看到这里我们的苗族同胞这么热情啊，我好像是回到家的感觉，让我很高兴也很兴奋。Thank you.